处的表达，真实的情感三位一体，犹如一堂最生动最深刻的党史学习教育课，帮助更多观众更好地了解党的光荣传统、优良作风。好，欢迎导演刘晓世以及王一博来到我们的红毯的采访区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《长空之王》的导演刘晓世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欢迎二位啊！其实《长空之王》这部影片确实让很多观众对我国空军有了一些了解，同时也看到了我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崛起。所以想问问刘导，接下来还会继续尝试这样类型的题材吗？我本人非常喜欢比方说军事啊，或者是科幻类型的电影，也特别渴望就后面也能做这种类型的继续的尝试。那是否还会邀请一博再次合作呢？特别渴望，这也是所有影迷朋友们的心声。其实在我们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开始之前，我们就在网上征集了很多问题，那通过我们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有很多人向一博提问，那在这里呢，其实我要代表他们来问一问，说从春节档的无名到暑期档的热烈，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，那么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角色想要去挑战吗，一博？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去挑战。那可是网友已经在你的角色身上去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，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了，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鲜的角色和大家去交流。没错，也期待七月份马上要上映一博主演的热烈这部影片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二位，请不吝内场，谢谢。谢谢。